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张杰鸟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润姐姐妮。今天我们的挑战主题呢，就是保卫彼此的荷包。限时一分钟购物，买到就是你的。对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好。我们在桃园地区挑了三个挑战地点，分别有 Outlet 百货公司跟桃园高铁站。那我们分别呢，就是会在一分钟内用对方的信用卡去购买你要的东西。如果这一分钟内我买到了，刷卡 BB 完成了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。那一分钟内没有完成，那就是输家。那输家的话，这一笔钱就要由自己去付。这次，或者是你可能就没有得到这个东西。这也是一个命运的赌注啊，就是看你运气好不好。对，好了，我们交换喽。好，交换。来，给你。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应该会大失血哦。我现在可以感受到他在敲打我的心。那在我们今天开始挑战之前，要到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记得开小铃铛，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跟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抵达百货公司。对的，你挑好你要的买的东西了吗？我刚才就是绕了一圈，每一家店都很想要。你现在手上都有那个计时器，待会我们就一分钟。我买一定是买我需要的。我买是人家都觉得好用。好，我不一定需要。好。给各位看一下这边，吹风机啊，刮胡刀啊。噔噔噔噔，到了到了，好了，我要准备哦。三、二、一。Go! OK, 好 ，Hello, 你好，那个我要一台这个吹风机。那个小姐，我要那个刮胡刀这个好了，这个，对的，不用介绍没关系，直接这个。然后粉色的 ，OK, 谢，不会，加油，它可以放送那个底座哦。啊，有送底座，嗯，谢谢。跟那台吹风机，对，三十秒，好，五。我直接结账。那可以帮我快一点，好，谢谢。这边的他要刷卡吗？对，刷卡，刷卡，刷卡，直接结账刷卡。对对对。这两个吗？对对对对，先这两个。借一下你的信用卡，统编要吗？统编好。要分期吗？不需要，一次。对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我一生气，很快啦，是什么啦？老实讲，我老实讲，我买到了，我买到了，怎么可能？有排号吗？有，这排号码数字，应该有 B 下去了，有 B 了，哦 B 了，已经 ，Yes， 来一台，谢谢。哇！你是不是先跟店员讲好的？你这样讲好一下，说你待会帮我快一点。好了，你买什么？赶快跟大家说一下。吹风机。这台多少钱？14000。14000。我是在最后一秒他才逼下去，我是很快进去跟他说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可是他要拿东西，所以。以正常的人方式都会比较慢，优雅的对待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服务至上。他应该不知道他的那个服务至上已经让你要损失很大。嗯，我就拿了刮胡刀、吹风机。这样，一个秋天。不要看了，哎，够了。保护这一分钟。好 ，OK， 现在呢，我抵达我心仪的商店这里了。现在轮到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包包店。好，来喽，三、二、一。你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要洗我。哇，这男装在这，男装在这。这个。可是我想买鞋，我应该要买鞋，我想要买鞋子。啊，惨，这张银色的是28号，看一下有没有28号。这个。结账。好，再购买2件90，没关系。20秒来得及吗？20秒。嗯，那。20秒。我们现在汇合。我刚才。
蛮不错的，你的卡真的还不错。嗯，保存得很好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啊！时间到。那我的部分是因为它整盒很多盒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找28号，我找好不容易找到，然后拿去柜台。谢谢。我们这一关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买到，太难了啦，太难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桃园高铁站。哇，最后一站了。那、你锁定好你要买什么？我已经想好了。等一下诚实一点哦，你到哪里我不知道哦，你就是一分钟到了自己按哦。好，走，我先走哈。我试试看这个东西，它可不可以一分钟做给我？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肯德基。先给各位看一下是什么好了。我要买饮料，一分钟不知道能不能摇出饮料来。三、二。我要一杯那个一分钟可以做好的饮料，真奶大杯的。真奶大杯。对。随便。超正常。正常。这就是我的7号柜，然后我的密码，看一下密码。对。不用同编，也不用会员，也不用发票。确定。Yes。这是3盒，他做得完吗？好像来不及。哎，你了啊？那怎么快？他已经做得很快了，我觉得，只是说惨了，惨了，不行了，他一分钟内就摇完了，可是他就是慢了20秒，所以我这关我自己承认挑战失败，没办法。那你看我的，这照理来说应该要做要时间，刚刚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先预定好了。先买起。哥哥没有说啊，没有说这个吧？作弊。其实我没有想到说他会先预定这件事情。我知道这家肯德基是超有名的，因为它是全台第一家素食业数位旗舰店。你很厉害，对。其实我刚才在厕所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 PK 双响卡 APP， 第一步骤就是先到肯德基订餐，它有个开始订餐，然后预定快取，它就会跳出来最临近的门店，选好你要的餐点，然后我刚刚每个都按。对。所以才有这些产生，对。你就加入购物车之后，然后结账，啊结账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收到2封信，爱的情书，还有爱的密码。那在肯德基蛮贴心的，那怎么走心的？对对。密码是什么啦？第一封信呢，就是会跟我说哦，我订单成功了。然后第二封信呢，他就会给你4个密码，递到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自己输入密码就可以取餐了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带你们来看，外面有一个数位时间墙，重点是千万不要在这边照镜子，因为里面有人看到你。我们有用 APP 的话比较好，像我刚刚这样已经38点，然后几点下去还可以再折抵，真的超方便的。我们用 APP 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这边自助点餐区，然后也有不同的消费方式，这样子很多种这样。对，漂亮漂亮，你智能快取柜。对，我就是这一台，清楚荧幕开始取餐，然后我刚才就输入密码，是放得下的。放不下，你要看你跟人家串通好了吗？放不下，他们也会拿给你。好好。你这也是串通的，是不是？就自己会开，就是串通的。而且他那里还有一个蓝晒图，那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拍照啊。可是我刚才没有买蛋挞。那等一下去买啊，蛋挞先啊。我喜欢吃蛋挞，因为 Andy 很喜欢带你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看。好好好。蛋挞贩卖机，它只有在桃园高铁有而已。它会不会里面东西是冷的？它有高保温设计，它可以让它蛋挞都保持在51至61度。所以可以采用手修的掉。对 对, 對。我们买这个盒装的。高铁限定的蛋挞礼盒。哦，因为这盒子很漂亮哎。我可以加上蓝龙红杯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。消费方式也蛮多的嘛，手机支付、悠游卡都可以。哎呦，有了，然后亮灯的这个。它跳起来了。好可爱。我们把它拿出来好了。我好喜欢它跳起来的感觉哦，就像我的心也砰砰的。我回去也可以让你跳起来啊！嘴巴拆开，是热的，修哎。
不要好，我等一下再吃好了。好，总之呢，非常愉快的一天，是算愉快吧，一半一半。我觉得整体都蛮愉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一次的计划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。如果这一支影片破2万按赞，2000留言，再拍下一集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了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们喜欢并且分享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关注哦，记得开小铃铛。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，记得要来这里哦。